Claro.你把这个养过来，把它铺在。打破，我偏了，不行，把它铺在。好，你。 把手机取了，把手机取了。对，这个对。把这个看，看这个不对的，看不到。用到这边来的。不行，你懂那边。OK。这个是录像。录像来的。啊，录像。你手机取的。哪个是开拍？这个。你把这个整个面拍下来，它应该看懂。OK。 现在，好。OK，好了。是不是拍这边这个？不，你不对，王爷，你这是录像的。 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行了，你告诉他这个一弄他就知道了。OK。 好了，好了，然后你过来再拍它那个槽的那个深度跟宽度跟，你把它，你看，你这边来看，看得清啊？看得清。看。就是有点暗。 OK，这个是溜出来的。行 ，OK 了。 这个差的多，然后差的多，这个就来搞，这个，他以前去，他如果这个就上手就是他以前读书都黑了，你这个，哈哈哈哈，你要落网了是吧？ 我看得见。你应该看见，你看，看。
OK。他是路上的，他是路地面上，呀，你请的，离我。你把屋子拆了嘛？你这个钱，把屋子没了，你就去这个。我的米，我真我的，我再请了。你说600给我的，我扁米我的。都传了人，你多好，你他妈连多好，你写多好。传了给我亲戚了。对啊，你搞的了吗？喂，你什么？你几多块？还有一个牛牛的，我讲到你，你没有钱了还有钱？你是个穷富，哎，是怎么为了做工的兄弟啊？哈哈哈！明明吃油就吃到肥哦，下面的人他也吃吃的，有没有多大？这个小子上来我要点名，那不买就不买。点名的不买。哎呦我去！这样，想上个省，省的。还是厂里面，厂里面在请我，我们最近的。厂里面整天搞一个，啊，还是请嘛住一下，啊，居住嘛，多些啊，你多不对。你嘛就没有。你叫不为营的啥？这个都过来上班哪个呢？哎，是不为，都是不为营事业，才事业。拿呀，这个拿，不要。我看到。他忙这个窑呢，朝前面窑呢。够大不够歪不？没事，我看到。广州一个厂，有排你那个下面。是吧？他西边一个，这是49。嗯。49。死了，一死亡，好了不能再，OK 了，